大家好，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些紫色的红薯叶。红薯叶呢，浑身是宝，叶子可以吃，这个红薯呢，也是可以吃，非常好。这个紫色的呢，更具有观赏性，把它摘到花盆里，长势快，而且呢，非常茂盛，比绿萝还好看。小小颗的时候呢，摘到地上，我们施肥。可以选择发酵腐熟好的有机肥，有机肥含有丰富的腐殖质和有机质，能使这个土壤呢更加疏松透气，而且呢满足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小苗，才10天左右就长得这么茂盛这么快。好了，等下个视频把这个紫薯摘到花盆里面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好了，再见。